漂亮。我也想去陆战队啊，也征兵部队，但兵部队能力很强嘛，我自己本身也有一些这样的能力。作为军人最基本的素养，希望在以后的训练生活中你们能加以改进。日常必须要节约用水，大声点，明白。对嘛，我也是带过很多学员嘛，突然被班长第一天来就凶了一顿，哎，脸上实在挂不住。有恐高的不敢的啊，就不要硬撑。感觉特别高，加油啊，上！从新兵连开始到现在，看似很多不可能，一步步为的也都变成了可能。快到顶了。天刚蒙蒙亮，一阵急促的哨声打破了营区的宁静。好了，装备准备齐全啊！速度快点！灯火管制。慌忙中开灯的是今年刚刚分到西洋岛的新兵们，这是他们在西洋岛度过的第一晚。本以为会头枕大海，梦里听涛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些新兵听到的却是紧急集合的哨音。李想上到后第一次紧急集合，他就犯了一个错误，忘记戴军帽了。我们是时刻准备战斗的队伍啊，吹哨多久了你们才集合完毕？你们是不是觉得这几天在熟悉部队环境过得太舒服太安逸了？全战斗集合完毕了，就等你们几名同志磨磨唧唧，甚至还有在集合时帽子不戴的现象。作为军人最基本的素养，希望在以后的训练生活中你们能加以改进。作为新兵的负责人，要严格要求他们。这些来自天南地北、成长经历各异的新兵，该如何适应整齐划一的军营生活？从一个社会青年到一名合格战士，他们又将经受哪些挑战呢？漂亮，漂亮！李想是一名00后新兵，入伍前做过5年泰拳教练。曾在散打联赛中获得冠军。为了儿时梦想，满身功夫的李想放弃了拳击教练的工作，加入了海军。看那个电影，一些电影题材真是改编了，像那个《红海行动》，就是我们的蛟龙突击队。我也想去那个陆战队啊，一些尖兵部队，因为这个单兵作战能力很强嘛。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有一些这样的能力。你们往下提升。他不叫头痛吗？轻轻松松，卡不住容易受伤。一身硬功夫，想在军营大展拳脚的李想，这一天打算给战友们表演一个真功夫——劈断木棍。这个棍子太粗了，我觉得它不一定能劈断。我也感觉是踢不折，要不展现一下给我们看一眼，让我们见识一下什么武术啊什么之类的。我感觉踢不折。这根长约半米、直径4厘米的实心木棍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想要一下踢断，难度极大。
厉害厉害厉害！哇，这是我，对呀、啊，我的那个桌子的木头。今天这个对你来说属于高难度吗？不算高难度吧。拳王李想当兵的初衷是想去特种部队，他觉得自己一身功夫在那里一定可以大展拳脚。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，新兵训练后他却被分到了人迹罕至的小岛上。王俊博到，侯小博到，汪恒成到，王胜到，李想到。当听到自己被分配到海岛关通站时，李想的脸上挂满了失落。他的一身功夫还能有用武之地吗？其实我最想去的岗位就是海军陆战队，而且在那里面就是没有什么出去的机会，没有就是像陆战队那样可以执行任务之类的东西。西洋岛路途遥远，人烟稀少，岛上每年都有9个月的大雾期，气候十分潮湿。对于长期生活在内陆的新兵们来说，他们的第一个挑战就是适应环境。从来也没坐过这种船，最多就是踩过公园的小船。所以现在是比较兴奋的。对，当海军第一次看见船。那咱们这个现在对要去的西洋岛也是特别的期待吧？开始有点期待海鲜，就吃一吃海鲜是吧？反正现在开始有点期待了，因为第一次看到这种船，出海也是第一次。然后平常坐船的话都是那种小河，两条河大概只有10米多，然后坐的船都是手划的。现在坐这种船，现在很期待的。虽然初入军营心中忐忑，但是一想到阳光沙滩、海鲜大餐，新兵们还是对未来充满了期待。然而船行不到一个小时，海面上就扬起了6-7级的风浪，雾气越来越大，船也越来越晃。汗都整出来了，低头更晕，全把汗整出来了。第一次出海，长时间的颠簸让新兵们或多或少都有晕船反应。晃啊！拍吧拍吧拍吧！好多了吧？对于这些新兵来说，晕船只是一时的难以适应，理想和现实的落差才是对他们更大的挑战。船行2.5小时后，新兵们终于抵达了西洋岛，老兵们已在码头等待多时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差点，有点晕，头第一次坐船是吧？早上反正这天刚好浪的比较大。看到一路奔波的新兵，关通站站长刘杰十分心疼，赶紧安排新兵到食堂吃第一顿海岛特色餐。我们刚好在岛上啊，这个在外面这个也比较冷啊，刚好坐了船，你们可能也比较难受，给你们准备的姜汤啊，这个暖暖胃啊，刚好也。谢谢班长，谢谢班长。没事，坐，你们可以吃啊。这个面啊，这个刚好是部队有这个传统嘛啊，来吃面。刚好我们也在岛上，这个给大家准备一杯这个特色的海鲜面啊，大家可以赶紧吃吃尝尝啊，暖暖胃啊，也比较难受现在。虽然不是海鲜大餐，但是热腾腾的一碗海鲜面
刚好可以安慰翻江倒海的胃，也希望可以安慰新兵想家的心。从此，西洋岛就是这些新兵的家，他们要在这里度过至少两年的时光。还有多少未知的挑战在等着他们，谁心里也没有底。登岛第二天，麻烦事儿就找上了门。今天这个牌子看到没有？现在看到了。新兵连就是这样教的吗？哦，不是。日常必须要节约用水，以后要多注意，听明白没有？明白。大声点。明白。李想洗漱时关水龙头，就被班长在所有新兵面前严厉批评，这让李想难以接受。在外面嘛，我也是带过很多学员嘛，在外面也都跟那些战友啊吹牛吹吹牛，说我在那多么风光啊，多么厉害啊，突然被班长第一天来就被凶了一顿，哎呀，脸上实在挂不住，真的。兵饮用。冬季因为降雨量减少，西洋岛会进入枯水期，个别时候官兵需要下山打水补充岛上用水。以前的话没有车，路也不通啊，没有车，对，我们都是靠人力啊，人力进行挑水啊或者抬水啊，一次往返的话起码要一个多小时。现在岛上铺上了沥青路，战士们可以坐车到山下打水。平时岛上的水厂就可以保障日常用水，但是班长为了让新兵切身体会到岛上的水资源有多珍贵，特意组织了这次打水任务。本以为打水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没想到第一次打水李想就遇到了一个意外。你走到山上要多久？你走的话挑水一个多小时吧，你走路你就正常的空手的话起码都要半个小时四十分钟才能走得到。当然我们吃的水都是从这里打吗？对，吃的水就是从这里进行采集。那这一片的话草比较多，夏天的话啊毒蛇出没比较频繁啊，所以大家呀、啊、要注意防蛇。我会今后会讲一些防蛇。蛇，这让新兵大吃一惊。原来西洋岛也叫蛇岛，岛上植被丰富，爬行动物很多，官兵们巡逻时经常会遇到蛇，甚至是眼镜蛇、银环蛇这样的剧毒蛇类。别动。冬季是爬行动物休眠的季节，难道是最近气温太高，毒蛇并没有完全冬眠，还是理想的脚步惊醒了沉睡的毒蛇？这蛇皮嘛，蛇皮这么大，哇，这条蛇挺长的，有两米吧？两米，估计有两米多三米吧。说实话，我是不怕蛇的，因为在北方没有毒蛇。但是那天去打水的时候，看那么老大一条蛇皮的躺在那儿，还多少有点怕的。哦，断了，看看解决吧。要不要看看？嗯，要不要看看？这么大，这就是蛇皮。嗯，这蛇皮有多粗啊？这个蛇皮啊，
蛇皮没有毒的啊。这有手腕粗吧？这蛇很粗了，但是估计是眼镜蛇的话，立起来估计半人那么高。特别要注意，知道眼镜蛇的话，它攻击性特别的强。啊，你看这面还有，这里还有，看，都到这里了，起码有两米多，两米多啊，这个蛇。看头三角形的头饰，来坐，我们在这边打水。一张蛇皮便让李想瞬间慌了神。李想怎么也没想到，西洋岛上的环境竟然如此复杂，这也让他意识到关通站的生活并非自己想象的那么容易。开始下去的时候感觉挺新奇嘛，哎，但是开始打水了，开始走了，看到下面有蛇皮。而且那个环境就是周围全是石头啊、杂草之类的，只有我们开出了一条小道往上提的时候很难走，就无法想象他们以前没有车的时候是怎么硬到山顶的，这太难了。每次都要来这边打吗？哎，对，要注意脚下啊，这石头是活的啊，石头是活的啊，别踩着滑了，滑倒了，尽量把脚的横着走啊，横着走它就会防滑啊。慢慢点啊。班长，咱们平时缺水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样的水吗？对，我们缺水就把这个水打回去，就我们日常的洗漱啊，这些生活的一些用水。那个训练浪费水训的对不对啊？对，所以啊，以后啊，要对水啊，要进行珍惜啊。哎，把水都那个提上，提到那个车上去啊，一人提两桶啊。路上慢一点啊，不要被水洒了啊，慢慢提，慢慢走啊。来来来，李想本以为当兵就是舞枪弄棒。但随着对小岛生活的了解越来越深入，他渐渐明白，保家卫国不仅仅有看得见的战场，还有更多默默无闻的坚守。而关通站的战场更是看不见炮火，却时刻危机四伏。雷达站是舰艇的眼睛，可以观测周围几百公里内的海空目标，坐得住，盯得紧，反应快，是雷达兵的必备素养。而从小就爱动的李想，能经得住考验吗？我感觉，真的，第一是身体上，然后其次就是心理上的考验嘛。你一直坐在这儿，而且眼睛一直盯着这个电脑不动。西洋岛不同于内陆，每年十月到次年六月是海岛的雾期，在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里，这里都雾气弥漫。空气中弥漫的潮气对信号塔具有侵蚀性，所以海岛官兵需要定期在信号塔的表面涂抹黄油，对信号塔进行维护保养。在小岛上已经生活了一周的新兵们，这一天被班长带到了信号塔前。近十米高的塔台让很多人望而却步。谁愿意跟我一起第一个上去？报告。首先有那个侯小国，随我一起上塔，对装备进行维护保养。副队，是。爬的时候啊，要注意安全啊，双手要扶住啊，扶住栏杆啊。你慢慢慢慢的上来啊，要注意脚下啊。
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原本凡事都冲在最前面的理想，这一次却迟迟不敢上前。理想，刚刚不是应该你上吗？他不上。调整一下，他要调整一下。有恐高的不敢的啊，就不要硬撑。哇，他们都上去，我们怎么可能怕呢？虽然理想嘴上不服输，但他从小就恐高。哎，李翔，啊，你上来，是是。王师傅，注意安全，走正面啊，双手要抓紧啊，慢慢的爬，要抓紧。啊，抓紧啊！十米高的塔台。爬到一半的时候，恐高的理想不敢再向上爬。不要走过半，往上看，慢慢爬。不敢上就往下走，离开这个楼梯，往下。加油啊！上！敢就自己加油，克服自己啊！慢慢的，加油啊！就在理想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岛上刮起了一阵风，信号塔开始摇晃。加油，李强！实在爬不了，能爬多高算多高啊！加油，李强！爬不了，我们再下去，下次再练啊！好，快到顶了，快到顶了！加油，抓住！手抓这里，手抓这里，啊，手抓这里，对，慢慢的往上，好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抓住，抓住，啊，你看这个手，站那边去，上之后什么感觉？看着不高，但是。一上来就感觉特别高。理想不仅挑战了自己的极限，也明白了即使只能坚守小岛，每项任务都不简单，每个站位都同样重要。每个月海岛都会组织集体做饭，这一次是集体包包子。因为这批新兵大部分都来自北方，离开家人，远离家乡，这些新兵也会想家。思乡的时候，或许只有家乡的味道才最解乡愁。手按在这里，然后这个手就这样颠着啊。一般的话，大的才能包，小的话就要练小的，大的话稍微简单一点。一个笑容，一个玩笑，让战友间的感情熟络起来。新兵们逐渐融入了海岛新家。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，从新兵连开始到现在，看似很多不可能，但是走到了今天，一步步的也都变成了可能，就是这些岗位一定是可以胜任的。这个蚂蚁窝，这边有一个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表面是一些叶子，它是单位。它这个船上这种黑蚂蚁个头挺大，咬得特别的痛，严重的会肿起来。
这个蚂蚁窝算小的啊，还有一个比这个还大。为什么要带医药箱啊？就是防止啊你突然受伤。早上的植物啊，80%都带刺，今天不要去抓了。你干什么的时候，今天要戴手套啊。